我真的很矮，因为我刚刚用肉眼看，我想说这好小，我应该过不去。哦，朵梅那菜我就是这么高而已。出发，肯定国家。森林游乐区。再见啦，再见再见。好的，米娜桑，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，然后这句话还要看稿，什么问题？哎，好凉哦，现在是正中午的12点钟，可是其实，在国家公园里面，可能是因为树很多，晒不太到太阳，所以其实感觉蛮凉爽。棍棒椰子啊，棍棒椰子，你看一下棍棒椰子长什么样子？看不到，因为植物的物种有点太多了。刚刚前面有两个牌子，我们是真的念不出名字。黄内色、黄内素、黄肉素。不是我们闪光，远远看真的很像。菲律宾贝壳山，这跟刚刚前面的棍棒椰子长得就是一样。但没有标示，我是觉得叫不出名字。他有标示说他没有插得很准的话，你也不知道是哪一棵。带大家来到就是国家公园的第一站，叫做茄东巨木还是加东巨木，不管 ，anyway， 它是一棵很高的树，然后它的直径约3公尺，就是两个妮妮这么宽，我两只手打开这么宽。然后现在有就是王美雅姨在拍照，哎呦，神隐少女，神隐少女，你刚差点变摔跤少女，闭嘴，这段剪掉。其实住在这里面还蛮凉爽的。大，没有太阳，而且有充足的食物，因为里面有草，也有昆虫，还有蜘蛛会帮你捕捉一些小动物，然后基本上就蚯蚓抓起来就可以。那你躲避巨人的时候就可以躲进来。没错，可是巨人应该一只手就可以把这个抓来的吧？喂喂，啊啊！咬人狗，咬人狗哎、欸！没错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因为我印象中它叫咬人狗的原因，是不是因为？如果你去弄它的那个吱吱，会让你痒痒的。那可以模仿一下咬人狗吗？国家森林公园里面有像这样子的游客中心，是不是蛮 OP 的、啊？它的楼看着超秀、欸，感觉像是一些什么洋楼之类，可以喝咖啡，住在里面。你是想喝咖啡啦？啤酒也可以。快速念十次，快速念十次。翻转转翻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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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海棠，海棠的那个梗折开来舔是酸酸的哦。所以你舔过？嗯，因为我爸爸是在山上长大的孩子，然后有一次上山的时候，他就折给我们吃，他就是他小时候当零食吃。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哎、欸，你们看这个，超级大的菇哎、欸。灵芝草人，艾尔登法环，蘑菇可以戴头上，啊，蘑菇手，蘑菇套装。我们现在从那个方舟出来之后，它这个地方可以到恒春半岛植物区，还有上面是观海楼。可是因为这边写观海楼室内装潢中，所以它现在没有开。然后我们要走回去，走另外一条路回仙洞。往下看一下、欸、好神奇哦、喔嗯、我们就是这样走了几个楼梯下来，上面好凉，超爆凉哎、欸、下面有这么冷，开冷气嘞。从阶梯入穴底，洞深约8公尺，周围约65公尺，是年代久远的钟乳石，地下水融入石灰岩中渗出的碳酸钙，从岩缝里面滴下来，它就会累积成这个样子，没错。 哇地下坑洞的感觉哎、欸，一跳下去就会有调香师。我们接下来要到仙洞了，还要再往前395公尺。它的英文叫 Fairy Cave， 超梦幻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精灵洞穴。我看到长长的楼梯。所以我们的那400公尺是全部是往上吗？
剩220。哦，那还好啦。220，可是都是楼梯。全部都是用跑的话，跑百米的速度大概是12秒，所以我们只要24秒就可以到上面了。还好吗，城市人？还好啊，还好啊，很好啊，地铁的是，没什么到不了的，这比象山好走多了。象山很陡，象山真的太陡了，象山是没有办法一边走路，然后一边办法连交尾的。哦，前面就是那个小碎步楼梯、淑女楼梯，啊，快跌倒。哎，这边其实开始有些珊瑚礁。真的哎，这是珊瑚礁骨骼，对不对？就是珊瑚虫死掉之后留下来的，没错，它的骨头。如果在这边跌倒的话，所以以前这边都是海。哎，对耶。因为板块运动隆起。哇，你好博学。大隆起。你好博学多闻哦，板块运动。好帅哦。哎，今天这个氛围蛮帅。哦，你喜欢这种氛围哦。哎呦。很难想象，这以前全部都是在海底。对啊，好酷哦！哇，一个真正的不是做的，为什么他们那个蜘蛛网都会有蚊香啊？蚊香蜘蛛啊，听起来很可爱，蚊香蛙。太多网子了，哇，但是路好小哦。哎，如果长太胖的话是过不去的。你过得去吗？我可以，我还太瘦了。到了五十。到了。先到。超深哎、欸。步道湿滑，注意安全，小心洞内有落石。你要怎么小心？哇。哇。哇，这很陡哎、欸。地下墓穴。那超帅的啦，我最喜欢的关卡。所以你是艾尔登法环的话，你是一个人要走进来。对，没错。然后一直有人埋伏你。前面可能会有那个骷髅兵，然后上面会有蝙蝠会飞下来。你要小心走哦，因为它是蛮斜的。我干，这超帅的！你看这拍得出来吗？这就是石藤，对不对？上面有很多蝙蝠。那走过去看看。对，走过去看看，我们走过去。很湿哎，它的那个水都在滴耶。真的哎。石库。小心地滑。嗯、哦，持续那个水都还是从上面这样滴滴滴。哪里蝙蝠？蝙蝠家族。哦、那好多，超爆多哎！前面有前面好像是要那个爬过去的，是要下腰过去的嘞。你说像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没拿菜，我不够高。哎、欸，你不用蹲哎。真的是斜斜的，走那弯弯的走。有趣有趣，哎、欸，里面很凉。对，其实里面很凉，佛耳岩，是这个东西像耳朵，像佛的耳朵。哦。所以它叫佛耳岩。硬取名字哎。对。硬要。哎、欸，如果一个人来这，然后都没有其他人，我会怕哦。这可能没有办法。这个又更小了哎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就是。很明确让我知道一件事情，我真的很矮，因为我刚刚用肉眼看，我想说这好小，我应该过不去。哦，朵梅纳赛，我就是这么高而已。有暗花明又一村。没错，我们完成了仙洞的探险之旅了，这是我今天的目的地。赞哦！我本来想说，因为我们现在差不多的时间是中午12点到1点左右，我本来想说。这个时间来国家公园会不会非常非常的热？可是因为就是垦丁国家公园里面的树非常非常茂密，然后我们走的这个洞也是都是在室内，就其实比想象中的凉非常非常多，哎，没有那么热。很推荐大家如果来到垦丁的话，除了垦丁大街跟南湾还有一些沙滩、海水上活动以外，也可以来国家公园里面看看，就是不一样的生态，很赞。好的。好喘好啦，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就按赞订阅加分享，然后分享给所有你喜欢大自然不喜欢大自然的朋友，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环境音，它的环境音已经大到我有点耳鸣了。这边是不是大概有20000只蝉在同时一起叫啊？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。